家人总算在里面修行，禅房的居室里头和那路过的过路人，见到庄严的寺庙，恭敬地礼拜佛教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，没有预知的困扰，仅仅用功修行不停，被问到底行不行，静静的佛堂庄严的法相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看着佛修行成功，静想一想我是该修行，静静的佛堂庄严的法相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只要虔诚的向佛顶礼，就能换我清净。深山有一块圣地，是修行的净土，里面住着出家人，总算在里面修行，禅房的居室里头和那路过的过路人，见到庄严的寺庙，恭敬顶礼拜佛教，里面没有任何的烦恼，没有预知的困扰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别问到底行不行，静静的佛堂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看着佛修行成功，只想一想我是该修行，静静的佛堂庄严的法相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只要虔诚的向佛顶礼，就能换我清净。波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，波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舍利子，色无异空，空无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，舍利子，尽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。清净的佛堂庄严的法相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看着佛修行成功，只想一想我是该修行，清净的佛堂庄严的法相，静静用功修行不停，只要虔诚的向佛顶礼，就能换我